今天采样总共采了7250份，现在反馈一起防控措施，共同做好一起防控工作。这个徐书记啊，就现在这个应该1056辆生物物资。厦门市政府希望发出一百通报请上，戴好口罩，配合社会的不理解支持。为什么这个事发生了？然后呢？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事情发生以后怎么办？